是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在为人之所赞叹，于未来世能得菩提。发挥慈悲，抢救生命，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很快的再把受八关斋戒的功德的一些重点以前也讲过了再念一遍，希望增加各位对八关斋戒的信心。我想持戒布施各位都知道最重要嘛。第一句话在一部佛陀所讲的《建立家屋经》里面说，只要受一次的八关斋戒，生生世世不会投胎到有战争、刀兵劫乃至饥荒、劫难、苦难劫中。一次八关斋戒啊，生生世世不会有刀兵、饥荒劫。佛陀又说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救100个即将被坏人挖掉眼睛，你能够救100个不要被挖掉眼睛的功德很大，但是佛陀说不如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戒功德大。所以因为当然救100个人不要被挖眼睛真的是很慈悲，但是八关斋戒的功德
这个影响力可以影响到整个法界，所以让法界众生也让天人欢喜。所以我们在这边受八关斋戒，最欢喜的是玉皇大帝、四大天王。为什么？越多人受八关斋戒，正面的法的力量越大。然后法行龙王，这个龙王有两种，法行跟非法行。非法行就专门在制造灾难的，水灾、风灾的。所以玉皇大帝每次都打输啊。阿修罗有一个负面的，他们代表非法行。所以人间有人受八关斋戒，这些善神就增加他的力量啊。就像业务员帮老板做很好的业绩啊一样。所以呢，一日一夜八关斋戒，超过就百人被挖眼睛。所以文殊菩萨的化现也说了，皈依以后能够受一次八关斋戒，必定往生，都算内愿啊。所以各位，你要学习发菩提心，最好的佛学院就是都算内院啊。然后那边呢，你找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必可往生。四大天王也说，一个地方有人受八关斋戒，这个地方恶鬼不能进啊，恶鬼道不能接近这个地方。所以各位以后也可以在家里六斋日念念八关斋戒，然后呢这样来受戒，那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吉祥。再来护戒经里面说了，一日受八关斋戒，得600,000余粮啊，就是你今天受的功德可以享受600,000做人的福报。佛陀在经典说，末法，现在就是末法的时代，受一天的八关斋戒，比释迦牟尼佛正法500年受比丘戒的功德还大啊。所以在佛陀时代受比丘戒可以证阿罗汉，但是在末法能够环境这么恶劣，愿意受八关斋戒，那福报更大。再来在大毗婆沙论有一句话，33天于斋日即善法堂，称量世间三恶。所以玉皇大帝天的33天子，只要6斋日、10斋日，他们都开会在善法堂。那到底这个他们所管理的这个世间善恶有多少？就像老板在算有没有业绩赚钱，见造善者便拥护之，见造恶者即共贤毁啊。所以33天很在乎，如果我们大家越多人守八关斋戒，派其他的天神拥护我们。如果没有守八关斋戒，造恶业就嫌弃。四天王经里面佛陀告诉诸弟子，斋日择心，甚深守心，就是八关斋戒那天各位要苛责自己的心念，保持正念，要谨慎自己的身体的行为，守护自己的正念。诸天斋日，世人善恶，所以每一个天神在斋日都在观察那一天人类所做的每一个人的善恶。所以视察帝王、臣民、龙神、鹃飞、角行、鹿洞之类，视察的不是光人而已啊，啊，包括国王、臣民这些龙王，观察他们的心念、口言、身行善恶。所以四天王忙得注意这些东西。所以大智度论里面，大智度论问曰：何以故六斋日受八关斋戒福德？所以为什么六斋日受八关斋戒可以修福德呢？那佛陀回答：4日恶鬼逐人，欲夺人命。这6天恶鬼道在追逐，想要去夺人命，而且造成疾病凶衰，令人不及。是故杰出圣人，所以在过去的圣者，佛陀还没有降世之前，都叫人家只要这6天要持斋修善作福，以避凶衰。
啊。简单的说，六斋日不能做坏事啊。然后呢，不但持戒，还能够去做善事，诸天欢喜。所以中国道宣律师他也说了，道宣律师有大神通啊，他说这六天诸恶鬼神大有势力，平常鬼神他力量不大了，但是在六斋日他的力量特别大，可吸人精气，故有智慧的人教人不死，以净洁故精气得全。所以古时候六斋日那一天叫你不要吃东西啊，啊，这样呢保持你的节气，特别不要吃到肉，那恶鬼神就不会吸你的精气啊。第六，佛经说今我得佛道本从是八戒起，佛陀说他能够成佛啊，根本上就是因为他守八关斋戒。所以佛陀说以十六个大国中，因为印度对他们来讲就是十六大国，所以呢以前的世界就是整个印度，所以佛陀会这样比喻，以十六个大国所有的珍宝物布施供养所有比丘僧人，功德很大，但是不如守斋戒一日夜的功德啊。所以八关斋戒既可为人天殊胜福报之因，又可以作为三乘解脱之缘。为什么呢？诚实论里面说离五种恶是福因缘，不杀生不偷盗，乃至不喝酒不妄语等等，过午不食，那可以修福报。愚三是道因缘，不淫欲啊，所以不香油涂身，乃至不看电影等等，那就可以断除解脱，可以得道因缘。所以我们受八关斋戒，除了断恶有福报，又可以得到解脱的智慧。玉皇大帝看到很多人受八关斋戒，他讲了一个寄语跟天帝说了，其他的天帝他说六斋神变月，六斋日或是佛陀的神变月，就是农历的正月，就是神变月，奉行八戒斋，比功德殊胜，则为于我等，就是说守八关斋戒或神变月守八关斋戒的人，他们的功德殊胜跟我玉皇大帝一样。结果佛陀知道了，呵责斥责他啊，天地功德唯感天地，你做天地功德只能做天地，受持八关斋戒可以证三种菩提，声闻缘觉或佛菩提，故天地不应言功德跟你一样。所以玉皇大帝起了惭愧心了啊，所以玉皇大帝更是赞叹护持受八关斋戒。所以在佛经里面有说，当我们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得到五种清净，哪五种清净呢？第一个行十善道业清净啊，所以今天大家身不杀盗淫，口不妄语，两舌起语，恶口，心不起贪嗔痴，所以今天五戒十善皆圆满。第二，受八关斋戒断前后诸苦恼啊，前就是你把过去的恶业的苦恼因断除了业，后呢啊，那你将来也不会去伤害众生啊，所以不堕落三恶道。前面的恶业消除，后面的三途八难苦消除，所以受八关斋戒可以断前后诸苦恼。第三，不为恶心所恼，那受八关斋戒今天大家念佛念法身念身保持六念法，就不会被世间的这种烦恼心所伤害。第四，受八关斋戒以意念六念法而为守护，所以不但不会有烦恼心，今天我们持戒的人真心要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天念众生或者念布施，所以呢这个六念法就守护你保持正念。
第五，受八关斋戒功德可以让我们解脱，这个叫回向涅槃啊，我们的功德可以让我们众的解脱。所以能如是守八关斋戒，则世间所有宝藏乃至四大宝藏合在一起，都不如守八关斋戒的功德。在菩萨本身曼论里面写的，阎浮提众生以八戒水洗完身心啊，我们这五浊恶世的众生能够受八关斋戒这样的清净，像甘露水一样净化身心，令得清净，断除无量贪嗔痴的污垢啊，脏不是肉体脏啊，心里面有烦恼有贪嗔痴还叫脏啊，但受八关斋戒可以断除无量贪嗔痴的污垢，于人天路而作资粮，那生生世世做富贵人升天，不会堕落三恶道。而且你受八关斋戒，将来你投胎做人升天，资粮丰富。若能持是八戒斋法，当知世人虽无妙福，则为以具惭愧之一。所以如果能够这样来受八关斋戒，这个人虽然没有像哇漂亮的璎珞衣服，但是已经具足惭愧的衣服了。所以我们守八关斋戒，穿海青，穿素衣，当知世人虽无恒强，则能欲隔六根愿解。所以守八关斋戒，虽然你没有大围墙把你保护，但是你就可以撼御六根愿解。所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今天不会去做坏事啊。当知世人虽非上主，则为以助圣种性宗。那守八关斋戒人，可能你不是婆罗门最高的乃是皇帝的家族，但是你已经进入圣种性宗啊，你将来可以做罗汉乃至证得解脱成佛。当知世人虽无璎珞，则是众善庄严其身啊。受八关斋戒，虽然你不像有钱人这样黄金璎珞珠宝庄严其身，但是你的所有的善行善根就能够庄严你的身心。当知世人虽无珍宝，则集人天七种法财啊。就算你受八关斋戒，你不是世间最有钱的黄金珠宝，但是你已经具足了人天的七种圣财，有惭愧心，有信心，有布施，有戒律，有智慧等等，不依桥梁超越险道啊。所以呢，世间人要有桥梁啊，才能够过危险的地方，但受八关斋戒的人，那你就可以脱离危险，也不堕落三恶道。所以八关斋戒功德如此。所以佛陀呢，在各种的经典里面称扬赞叹八关斋戒功德。在序部里面讲了一段，他说如果一个人守一次八关斋戒，那么将在四万劫当中背离轮回，四万劫当中脱离轮回期间，如果你在守八关斋戒期间念一遍陀罗尼咒，就算你过去造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乃至杀死父母、杀佛、杀阿罗汉、破和合生的这个罪业，也可以清净。来，赶快念一下唵嘛呢叭咪吽啊！任何一个咒，你在守八关斋戒的当中念任何一个咒语，那最重的是根本杀盗淫妄无间罪业都可清净。所以各位今天多念你会念的咒语，如果你能够念108遍咒语，就可以清净所有的恶业罪障，获得跟佛陀同等的等持自在圆满波罗蜜多。那我想现在又在下雨，太好了，我们念一个观音菩萨甘露咒好不好，所有的雨水变成观音甘露，遍满六道整个法界。所以在受八关斋戒，大家多念佛多诵咒语。这里面佛还特别说了，
你在受八关斋戒，甚至只念一遍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将来也得不退转的境界。念一下，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南无三代祖师菩萨，哇，就任何一个佛菩萨的圣号，哪怕念一句，都可以得到不退转。所以八关斋戒以这个为基本，就像以出离心的戒律为基本，你来修大乘的，那才是最标准的，而不能说我修了大乘，然后呢就把这个基本的戒律啊就不太尊重啊。245页观音甘露咒，我还是要讲一遍，念这个观音甘露咒的人，你的刚刚的四根本无间罪障都可消除。不但如此，以后身体如观音菩萨，语言如观音菩萨的声音，心如观音的心，有人走过你身边，哪怕踏了地上的一个影子，他都可以消除三恶道的果报。何况我们今天又在守八关斋戒，何况现在又在下雨了，然后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淋到大海、大河、鱼，啊，他们永远脱离三恶道。嗡都林都林加都林萨婆诃。所以我们前面245页，正常的念法，先三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就念那么喝呢，然后最后一遍念完长咒，就念21遍嗡都林都林加都林萨婆诃，然后你要观想那个雨声都变成嗡都林都林加都林萨婆诃，然后遍满整个世界啊！那各位背一下啊，慈悲嘛，然后呢能够利益众生。所以以后你自己洒甘露，你要这样念：嗡都林都林加都林萨婆诃啊，然后也配合雨滴的声音呢，到处去利益众生。所以这个力量最大，因为你一个人可以洒多少水呢？但是下大雨的时候，都是你在遍洒甘露。而这个你是谁？就是观音菩萨啊，这个空性让你变成观音菩萨的力量。所以我早上也说，最圆满的修行是观想自己变成本尊，变成佛菩萨，一方面可以消除自我，二方面像佛菩萨的功德一样去利益众生。如果你要一直用你去利益众生，你会无力感，哎呀，我智慧不够了，我钱不够了， 我口才不够，永远都不够的啊！你一个人怎么面对这么多众生？但是以佛菩萨的身口意思想，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想不要凸显自己，因为我们修行没有追求个人成就感啊，我们修行是要摧毁自我，对不对？无我，你越无我你的力量越大，你越有我你的力量越少，这样了解吗？啊，那无我你要展现在生活上，所以各位受了八关斋戒以后学习无我，老公就好了，没有自己，那你就快乐了。你还有自己对我好对我不好，你就晴时多云偶阵雨，你太痛苦了，每天你你我我，你可以全然的奉献给对方啊！你要让自己无我，只有众生，对不对？真正的我是什么？就是把我的佛性融入在众生，也让众生进入我的佛性，所以心里面装了所有的众生啊，让所有众生都进入极乐世界，就变成阿弥陀佛。我们就是要所有众生都变阿弥陀佛，要所有众生都离苦啊！那你的心是空性的时候，你的心就是极乐世界，可以装满所有的众生。所以养成那个习惯，让自己成为佛菩萨的心啊，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转化自我最好的方法。好，外面鱼来了，那我们现在大家慈悲，要为他们念放生仪轨。要念之前我们念一下放生的功德，因为我们前天去放生，还是昨天啊，昨天放生跟今天放生一不一样？不同款，因为今天守八关斋戒啊，又有三代祖师的加持，又以菩提心来守八关斋戒，今天你放一只鱼，超过人家放1亿次的大放生的功德嘛。所以各位呢，你越要帮助众生，你越要持戒
啊，因为你持戒越精进，你帮助众生的力量就越大，这个叫戒增上。所以那哇，放生永远放不完，这个世界只要有人在，他们就会杀生，他们就会钓鱼，他们就会养，而且这个是末法。各位千万不要在这个世界一直批评，因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糟糕，现在是一直一直老化了。这个世界末法有10000年以后就完全没有佛法，就是砍来砍去杀来杀去的时代，还有7500年啊！但是现在就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那这一点啊，但是你会发觉不会啊，科技越来越进步，好像越来越进步，这个进步是假象，但是人心的腐化跟痛苦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就越来越末法，就是离开真理，离开你的佛性，离开你的心越来越远啊！每个人都变成机械人一样，变成电动玩具的，变成名利的玩具，变成傀儡，就越来越没有人性啊！那我们恢复我们的佛性、人性，那所以我想放生救不完，也因为救不完，所以我们悲心无量。因为悲心无量，所以功德无量。在这边我非常祈求各位啊，每天在家里念一遍放生仪轨。你会说今天又没放生，念干嘛？念一下随喜世界各地各放生功德，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人在放生，那放生活动就在。因为你有空性，空性有菩提心，是我世界所有的善跟恶都跟我有关系，所有众生的身口意都跟我有关系了，所以众生的善就是我的善，众生的恶也是我的恶，所以我们要把正面的力量加强随喜。那所以你每天念一遍放生仪轨，那这个世界每天被杀的动物都可以超度，因为每天被杀的动物是 99.999%， 被救的动物是 0.00011% 而已。所以我们念放生仪轨就可以超度这些被杀的动物啊，乃至三恶道的众生，让他们皈依三宝，忏悔，发菩提心，又把救命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啊。所以希望大家每天念一遍放生仪轨，好不好？好，要做哦。你看天公听到好啊，你真的要做哦啊。然后呢，希望大家真的要念，念到后来把它背下来，好不好？以后我们放生小组都不用本子，那么厉害，这个叫放生小组，嘴巴边念边在放，都不用看课诵本了，初级班的坐在后面念啊，因为你要把这个仪轨融入你的语言嘛啊，所以我们希望念完以后，如果语小一点，然后我们就开始放，好不好啊？所以昨天又说了，对一个死亡的人就7条生命，他就可以离开地狱了，那个叫放生的力量太大了啊！对一个一辈子杀业很重的人，放18条生命，他这一辈子的杀业消除掉，放生的力量太大了啊！那所以各位呢啊，药师经要我们放几条来？49条啊！药师经说有人生病很重，我们说报恩再见，放49条，甚至你能够很慈悲放49种，那更厉害哦啊！49条生命，然后你就能够得到药师经的功德力量，消除病苦，长寿，消灾延寿，得富贵。所以，那我们今天要救20000条啊！然后不知道每个人能不能也至少49条，好不好啊？啊，没有49条，你就交出49条的钱，明天我们帮你放。啊，明天还要放，所以大家多努力，好不好？好，所以是77页，念一下：愿全世界都听到。我祈求啊，新加坡菩萨负责把这个放生功德翻成英文，有听到不？下回念英文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的报纸比较便宜的。都给他买版面，要把这个贴上去啊！有些可以付钱，有些不用付钱，太好了啊！把放生的功德啊，让全世界都知道啊，透过雨声哦，现在是甘露雨啊，都听得到。我们大家
把放生成为我们生命的戒律，好不好？对，生生世世救护生命，为救护生命而趁愿再来。所以我每次都要各位念好放生功德77页，念大声一点，念到天花板都轰轰。我实在讲话很小声，但是我都很用力的大声，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听到。77页，来。一，放生就是救命，放生就是还债，放生就是救急，放生就是慈悲，放生就是觉悟，放生就是实践，放生就是积极，放生就是方便，放生就是改命，放生就是解冤，放生就是消灾，放生就是治病，放生就是救亲，放生就是延寿，放生就是福善，放生能助生息。二，地藏十轮经，放生诸功德。一，长寿。二，慈悲心自然升起。三，善神为由。四，所有动物体认为亲而欢喜。五，无量功德。六，众人恭敬。七，无病无危害。八，快乐永幸福。九，生生世世尽信佛陀所行。十，不离三宝。十一，终获无上菩提之国。十二，师父善知识，长久住世，为师攘灾祈福。十三，往生净土。好，南无地藏王菩萨。以放生功德，当愿众生同享13种功德，从世间的长寿到最后往生极乐世界，乃至成佛放生，生生世世你会做三宝弟子。放生的人生生世世听到佛陀就心里发光。几孤独长者没有听过佛陀，他听到他的朋友，因为他到了那个国家那的时候，他是要去替他女儿提亲的，结果那一边的朋友跟他说，我现在没有空招待你，因为我要去见佛陀。然后吉孤独一听到佛陀，全身起鸡皮疙瘩，他没有这么欢喜。然后他晚上突然心间放光，然后他就按照那个光一直走，为什么？他想要见佛陀了，他的佛光性佛性就出来了。所以各位，内在的佛性跟外在的佛陀会相应的，所以他就突然心间一道光，然后他晚上睡不着，他就干脆这个按照这个光去走，佛陀就站在那边等他。佛陀是遍一切处的神通，无所不知，佛陀就站在那边等他，然后佛陀就跟他说了4句话，举孤独长者跪在那边哭啊，哇，这是他生命的真理，他证得出果，提亲不重要了，马上要赶回国，我要替佛陀找一块地，让佛陀到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因为波斯尼国王那个国家没有佛法，没有佛法，频婆沙罗王这边已经有竹林精舍了，那所以几孤独长者因为听到佛陀，整个命运就改变了，这是他宿世的愿成熟了。所以他回到国家以后，那用他所有的钱买了那一片齐陀太子的土地，但是齐陀太子说，你能够用黄金铺满我那个地就给你啊，对不对？那几孤独长者真实的做，结果齐陀太子很感动啊，那土地给你布施，树给我布施，所以叫齐元几孤独精舍，用他们的名字取的。那终于哇，波斯尼国王的国家有福报了，有佛陀了。佛陀在齐元精舍23年的结下安居啊，23次了，就是一年去3个月结下安居，在那边讲了无量无边的经典，包括佛说阿弥陀经，包括楞严经啊。所以我想，几孤独长听到佛陀，心态就改变了，那我想，如果我们放生呢，生生世世听到佛陀，你的心态就改变，你又找到自己了，你又找到生命的方向了，就要精进努力。所以愿大家都得到这13种功德，乃至呢，师父善知识，长久住世，那师父善知识就像佛陀一样，他们住世人间。我们就有方向。78页。第三，
一个人放生可以免除一个人身家的疾病灾难，众多人放生可以挽救世界的浩劫，改变世界的命运。四，金山活佛最好的消业方法莫过于放生，世界上最大的恶业莫过于杀生害命，反过来说，世界上最大的善业是莫过于戒杀放生，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你能依我的话，赶快量力买生物放生，就能增福延寿。有恶业就有痛苦，所以最快消业的方法莫过于放生。家里有人生病了，有障碍的，赶快去放生。我希望在新加坡要建立，我们现在在台湾很多地方叫电脑电话连线，一通电话马上替你放生，服务到家，相片就传给你，你马上把这相片的妈，我替你放生了，他就好一半了。不要拖太远，好不好啊？希望大家来帮忙接电话，有人就放，马上去放了。新加坡能放什么？马来西亚能够放什么？印尼能够放什么？越南能够放什么？缅甸能够放什么？马上连线作业，对不对？马上就去做完。我们巴淡岛太近了，太好了。我们本来这几天要去巴淡岛来，那还不能去，因为他们叫我身体检查不能出国。我来身体检查干嘛？就是要拿新加坡2年签证了，这样。他说2年签证我就可以自由弘法了，对不对？免得每次都说弘法呀。所以你打一通电话，我们巴淡岛就帮你救一只海龟，对不对？你打一通电话，我要救一只羊 ，OK， 200块美金。我们马上把羊的相片，包括声音也给你，我你马上快乐，不用等到明天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个菩萨发心呐、就是说有提供一个很大的土地啊，我们把它慢慢围起来，就可以救很多羊啦。因为他以前就专门想要养牛养羊赚钱了、现在做别的赚。我们就借，然后呢，巴莱岛哇，那边的海龟更便宜哦，那边的很多物命，所以我想各位在新加坡的以新加坡为圆心的左右，太多地方可以救命了，对不对？太好了，我们在缅甸有全世界最大片的放生园地，全世界最大的，你想不到的大，这样，这是由缅甸政府给我们的。因为有利人士出面了，这样啊，那个地方是打游击战的地方，所以没有人敢去偷啊。那个有利人士正在那边，所以没有人敢伤害啊。这个要有类似的因缘，因为这一位有利人士他现在一心向佛，他就跟我说：“师父，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家？”这样讲啊，所以他现在忙着盖他在我们护生院盖道场，他说：“以后我要来这边住啊。”他要成立世界最大的狗园，世界最大的牛园，所以那个土地太大了。只是现在很可惜啦，牛涨价的很厉害啊，所以我们就在另外一个区域又成立一个，就马，一只马，500块美金而已，漂亮的一匹马，可以在那边。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管道都建立好。真真实实的让别人相信，好不好啊？不能骗人。我们在泰国救牛，我发觉有问题。泰国救牛的风气叫牛银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救的一定是母牛。我们听了好，哇，母牛太好。结果你救一条母牛，什么叫牛银行？那这个母牛给对方养，他要负责生小牛。第一只小牛生下来，如果公的，就给这个牛银行，牛银行就瞧人家咬大，就给人家卖掉杀掉了。然后呢，那一只母牛是不会杀的，因为你放了，但是那一只母牛要负责一直生小牛。各位，我把你女生买进来，然后呢，你一直给我生，生了给人家杀，那对牛很不公平。所以我也有跟雪莉跟我们放生小组，泰国先停了，使我们到泰国自己去找土地吧。泰国土地也不是太贵啊，然后租也好，我在台北已经在尽力了，然后呢把这些牛让它一辈子安享天年，对不对？就算它怀孕了，让它
天伦之乐多好啊，但是千万不要利用它，利用它啊！所以我想，当我们要去做任何，还是要去调查一下如何是正确的啊，不然泰国人放牛的风气还真的很好。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牛园，我就去问你们养没有啊？原来都是送给人家生，然后小的拿去杀啊。那这样，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啊！这个是由泰国政府出面的啊。当然也可以让他们小赚一点钱，那你这个牛就负责生吧，啊！但是对牛妈妈是非常不公平的，对生下来的牛也不公平的，对捐钱的人如果是知道是一个谋杀，他也不要捐了，啊！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去调查很清楚，然后当然大家都喜欢救牛，因为我们新加坡，我们跟台湾合作，在斯里兰卡救牛就救很多，超过10000了。但斯里兰卡还比较好，因为他们是印度教，斯里兰卡也有印度教了，属于印度人种了，他们就最多是产牛奶，他不会生了，他也不会杀，啊！但是在缅甸比较好，跟台湾就是养在里面一辈子快乐，啊！所以当然除了牛、马、羊、狗、猫都要救啊，啊！但是用什么方法？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好不好啊？当我们在思考这个时候，佛菩萨欢喜不？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个叫利他的思想，最容易开智慧。啊，怎么样去救护各种的生命？这是方法。好，所以第四句话各位念完了，将来赶快给它翻成英文，好不好啊？啊，很流利的，然后我们就请人家念一念，然后就赶快传出去，就登报，登报。因为金山佛佛很多华人对他很有信心的啊。第五，眼下我们就要轮流放生了。寒山问时者，放生可成佛佛？答曰：诸佛无心，唯以爱物为心，人能救物之苦，即能成就诸佛心愿矣。故一念慈悲救一物命，是一念观世音也。日日放生则慈悲日日增长，久久不息则念念流入观世音大慈悲海矣。我心即是佛心，焉得不成佛乎？故知放生因缘非小善之所能比，凡我同愿以广行劝勉，善令群生同归悲化。凡我同愿啊，愿成佛利益众生的，都应该广行劝勉励大家放生、戒杀、护生、善令群生，大家一起有这个慈悲的教化，不要杀生，进一步救物命。所以放生可不可以成佛？可以的。所以要成佛一定要放生啊，因为放生的当下的心就是成佛的心。为什么？诸佛无心，唯以爱物为心。那个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想自己，只想救那只命嘛，对不对？希望这只命能够活下来啊。所以我今天有一点快乐啊。为什么？我一直在想说，哪一天有一个道场啊，旁边就可以放生，就是这边了。我这边就可以放生，对不对？那我们在这边念经，那边就在放生了，那边还在做烟供呢。我们老板说，这边做烟供没有问题了，我们是白烟又不是黑烟啊，是干净的，所以是香的啊，就是对。而且这附近还有屠宰场杀鸡鸭的，我们更要做啊，更要回向给他们啊，消除他们的痛苦。好，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 COVID-19 疫苗陆续抵台，
少数民众因为担心而不敢施打。不用担心，所有疫苗都有经过严谨的审查及检验程序。我国目前采购的疫苗，经食品药物管理署及医药品查验中心审查品质、安全及疗效，才核发紧急使用授权、专案输入许可，制造都符合 GMP 西药药品优良制造规范，运输及储存也符合 GDP 西药优良运销规范，维持疫苗品质。这次疫苗进行外观、酸碱度及无菌等检验，多合格后才放行。最后提醒大家，疫苗品质有把关，民众不用担心，平时能要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守护你我的健康。Om Ah Om Om Ah Om 你咋咋的我说公家呢公家的先了大概有的先了大概的先开了大概有的但是咋咋说让给那多少大概有的那多少大概的那多少我修行的十八级那多少点改变的那多少通知十八级通过有的那多少通知十八级的做八千不过什么其实让这么准备送你别准备就会有的他跟他都不能让他们的准备是别的有的这些都是老个准备的那都呢对你让你给他公家去生了这个什么都没事了刚才进来的来到部分公家我看你的公家的那么多人不安没那么多轻松的这里规矩那时间那么多轻松我们成吧这里那么多几千没办法我一辈子刚才的那么多的第一中美的这个中美国内的这个让炸的这个炸药的中美这看个炸的人中国哪里让炸的中美黄的这炸的中国的这里看个当地中美哪里让炸送原来这里大大这里工作不干他的刚中美的刚刚那的中美的对吧了弄那里有的人说那里有的人你过去怎么听那里听你准备的压有的第二次考虑第二个这个这个等于怎么的弄那啥子我妈的第二个上课了你那个有的那个弄考虑跟那个有的你绿糖不茶就你煮个这些的妈的唐吧马下了的呢你记住的这里让菜皮妈妈做吧的你孙子吧这里煮孙子给有的那个菜系吧的那个菜系吧的刚才煮的地呢那么去煮到嘛这个是菜的等于这个的煮跟我这个咖喱锅就弄过有的弄了这里这个呢这里弄这大把地方了你呢对这个那他找了个国有人家你是家不起来个算个人呢弄掉了人呢这用地的这意思是吧那我扛一个那样的弄个那个这个地方的人说那你这个都在准备的工匠呢你知道身造物的这里身体的那不得了准备的就这个这里这个红果的这里这个红的人家轰轰轰轰轰轰轰！这让人哪这让炸的，哪有炸的电影？我这里就是他轰这个这里，我们轰这个那么多送过药的，那么多没办法了，轰这马林啊这个药的，马林啊让人一个错完了这里，你找我咋打？那不能理解的药的，等理解的你加入了糖，你拿过的。没不搞的那不给这个没不搞的你假如哈登准备烧过的你要没吧准备给这个对我的对对
这提了提了是挂的，这身什么我那刀，那刀我痛，那刀我痛是十八天了，这那刀这个没办法的，十八天过去了，那啥的啥啥的，啥子啥子呢？那刀这个没办法，啥子啥子的，啥子啥子动吧，动不了就啥吧，这个呢这是农民家的下用的设备，对的是他的那个的我嘛，两瓶鸡汤水了，那个的那个错了，弟弟拎着了，随便的了，下来不都？对，这他大刚的，那当我不光叫不干了，现在是，那都不都上了，当时说我用个嘛的，对，我用不等，对，垃圾跟厂上那的，等垃圾，生产那，哈当生产我，你给这么干的，用不着的。这是身体的经济结果的你让给我说了这把结果到这个搞得这个这里假如我这种没事我的身上我的让你的用的这里这些是用的我广东的这里你也在这里的扎没吧让让他踏出路那大把哈佛送出来你的没吧这里是让让个居民的是这里一起养的狗肉的这里头到老百姓吃到一些肉面，一些肉面，这个从大了过来些黑过来，这肉面这边就晒肉面，别说他，我从汤煮出去把那里汤骨头，那我那娘们那么，顶开帮他这个在这个晒，你这我煮冷了，这我们家嘛，他们就炒两个菜，那就我们家呢，这菜不就这边把烧锅用过嘛，炒炒了我们家就。定定那些，就加个肉面烧我都得上去。他们说南京烧我匆匆的用过的，干这是第二个我吃就可以吃不了的。第二个我吃了，这羊头羊肉光，羊头羊肉光出了，这了，这了你自己买吧，你再把汤菜都炸了，茶也不要的，这了大是把让我出的，是把让我出，让个让，让这让啥子？从我们让这让啥拉回来？这家伙如何的？矿山可以用的，矿个让这个矿啥玩意儿？东巴的也没吧？这老的差的嘞，这就别的这个别难的别先了出去过嘞，甚至都大亏了。我家现在这里在打，十八个拿多少钱的？怕没法查出来，让我那头不要的，当生杀我用不用嘛的？这羊在羊头滚，你那头我搞了红的，然后一扎个跑到了这里，轰，但是农民的不说这个的，那我的马儿把这里，那了，水里这个马儿把从丛林马儿把没法的。人家前面捏肉的夹到啊，这上面让通过他把这邻居基本买了八双，或者怎么样了？这七八斤半没吧？你，你就是在那不干的。我们家就带上这苦苦做当了，人从上面七七八十五的，人通通在那通过要的。这七八十五的，我行啊，这里用的可以，他到工地去帮那个。对着他那个什么那个铁桶没吧子，这是吃用的嘞。这外头人这里，苦搞了点嘞。这两个点都过吃上好，他这很多俺们的农民都变得忙不住了，也吃了两种。这外头什么地方了？农民光给他，这里农民给忙不着嘞。别人不是发现政府居民们这个动不了的，动不着一个红，因为红工人应着的直接在我里头，可是红工都给我们的红人多的，红工炸的也没，应着家也估计因为刚刚七八里要买的，你一般应着马工人红工炸的结果我们这里，然后一个炸个炮弹了这里，红工人就用过这个这些红人呢，这个。那不查完了，要你把这身体当下上杀价了，你就当下杀价都没有了。这个就说，大娘们就没完了，这个被批送，
这个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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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tambo deva yabla tomba yons tom nawa yabla tomba yons niba deva yabla tomba yons li nero kubo sala yabla tomba yons tri tom na tom tri de tom tri sa tom tri sa tom ti sa mo so je tom ti je tom top do je to ti je ko ra mo ti jalo dreme ti ta ba ni ji che me ba ni ne ma tri ta gon gon me ba so te ma ho parte po cha ra ti te ta ta so dro ve pe ma zu ti je da lo dreme ti sa bo ni ko ti ju ne da ra ti ni de la ha chang tong sa po chin do de nyam nyong do na ge nyam nyong da se pe ni chong wan de ya won do ni de ge de ni chu do na ba la de me da ge chu de pa la ye ti de ni chu do na ba la ta ji de sa chu chen do ro bo de to da sa chu chen do ro bo de ju la ji be Molam so it.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